静的诸位同修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着。我们今天利用这一点时间呢、啊，呃，回答在群里面啊、呃、一些同修关于啊。 戒法上面的提问啊，因为大家可能都啊听过我最近讲的这个五戒表解啊，这是定红自己首次啊学戒以来讲这个戒律，那么讲的方式啊。 啊，就是用啊，这个绿宗啊，就是南山宗的讲法啊，就可能是啊，属于啊啊，就属于比较的正式的啊讲借了啊，特别着重在开遮吃饭上面啊，对初学戒律的人。 啊，或许是非常重要啊！大家不妨啊，从这里开始学习。那么以下呢，就有不少同学提问啊，我们就简要的来回答。啊，首先这位同学说自己大三时啊，陪同一位女同学到寺院暂住，女同学在寺院中啊，桑桑葚树上摘了桑葚。 啊，之后分给呀、啊、他来吃。那么后来与他母亲联络的时候，才知道这是暴生物，啊，那么就立即向啊管理日常事务的法师说明和忏悔，并且在佛前忏悔，啊，并且进行了金钱的补偿。请问呢，这样做是否真的起了忏悔的作用？ 应该如何忏悔，以及是否可以受五戒？啊，那么推广这个事情呢，就啊，所有不明戒律取用生前财物啊，是不是都有这种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呃，这么看啊，假如按照啊这个。 犯戒与否来说，我们受了五戒，啊，那么其中有啊道戒，啊道戒犯重，啊就是到满五钱以上，这叫犯重，啊不管你到什么对象，啊到个人的物品，啊或者是到生物，啊佛物法物，啊只要到满五钱就属于犯重。 啊，这叫破，呃，戒体了。那么再要忏悔呢，做法忏是没办法的，啊，做法忏就是找一个人，找一位法师对手忏悔，啊，就跟他发怒，忏悔，啊，那么在法师前忏悔呢，只能灭下品罪和中品罪，啊，上品罪就属于犯众。 范仲呢就破根本界体了，那么这个只能够用取向忏来忏，啊，就是瞻察经啊，这个介绍的瞻察忏法，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取向禅，啊，那我们推荐就是也是偶一大师推荐的啊瞻察禅。只要得见清净轮相，就恢复戒体，啊，就可以再受戒。那么如果没有满五钱的。 啊，像你这里说的，只是摘了桑葚果，估计没有满五千啊，五千大概是多少呢？有人计算过，大概相当于台币一千块，啊，人民币可能是两百块，啊，那你吃了桑葚果应该还不值两百块吧？啊，所以不会犯重，啊，最多应该是下品鉴因为他是说，呃，这个四钱就犯了中品。 啊，这个三钱以下的，啊，就是二一钱二钱的，就犯了下品罪，啊，下品罪对一位法师产。啊，三品呃这个中品罪呢，对一位法师乃至三位法师产，啊，就可以灭罪了。上品界犯重的五钱以上的，才要取相产。啊，所以。 论犯戒罪呢，是这样的一个忏悔法。但是犯戒之罪呢，哎，呃，这是受戒才有犯戒，啊，如果你之前没有受过五戒，那就谈不上犯戒啊，你没有戒体嘛，啊，那么说受说这个持戒也好，犯戒也好，都是就你的戒体而言的。如果你没有戒体，当然就没有什么持戒和犯戒的问题。 啊，只有那个世间所谓的善业、恶业的问题，啊，因为五戒里面前四戒，啊，就是杀、盗、淫、妄，都属于性戒、性罪，啊，就是不管你受戒还是不受戒，只要犯了，都属于啊造恶，都有果报，啊，这叫性罪。那么如果你要受了戒了，啊，又犯了。 就不仅有性罪啊，还有这个啊、呃，就是犯戒罪，啊，就是双重罪。换句话说，就是明知故犯，明明受了戒，知道这个不如法，你还做了，明知故犯，啊，那么犯戒罪的果报啊，比那个往往比那个性罪的果报更重。啊，这是什么呢？因为呀、啊，这个不尊敬三宝。 啊，不尊敬戒法，毁坏戒法，破坏三宝形象，这个罪是非常重的业报。啊，所以犯戒罪通常都是下地狱，啊，那么性罪未必下地狱啊，是这么一个道理。那所以之前你要是没有受过五戒的，曾经有造这个生物的。 那么你当时就起了忏悔心，而且当时已经补偿了，啊，那么这个业果啊，其实就已经啊啊没有了啊啊，因为你能够这样当时忏悔，就把那个业道罪啊,啊已经忏除了啊。当然，为了能够忏得更清净，你不妨用沾茶忏啊，这个把你这种宿恶。 啊，可能自己想起来的，没想起来的，啊，通通一并都忏干净，啊，这样更好。但是呢，你没有犯戒的罪，因为你当时没受五戒嘛。那么以后呢，也不会妨碍你受五戒，因为你不曾犯重，啊。假如说你已经受了五戒，啊，又犯了重，啊，那么再受五戒就受就没有办法。 啊，因为戒体已经损坏，这一生就不能再受五戒，乃至八戒，就八关斋戒，啊，不能得受，啊，乃至出家沙弥戒、比丘戒，乃至在家菩萨戒、出家菩萨戒，一切的戒都不能受了，啊，所以啊，这个受了戒一定要好好护戒体。那有的人说，哇，这样那我不要受戒了，受戒之后更麻烦。呵呵 这种想法，我们的果清和尚啊说啊，叫傻瓜的想法啊！你为什么要受戒呀？因为佛告诉我们呢，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啊。只有受戒得戒，才有可能啊，循着这个戒定慧的道路啊，可以啊得定，可以开智慧，可以了生死，出三界，超出轮回。 往生成佛，你说那我不受戒了，就好比说，那我不往生了，啊，那我不出轮回了，啊，这出出轮回很麻烦的，对吧？往生西方很麻烦的，啊，想干什么都不行，啊，这种叫傻瓜的想法，对吧？就等于自甘堕落了，啊，不受戒的将来一定沉沦了，在六道轮回当中啊，永远无出头之日。 啊，所以佛菩萨给我们最大的恩惠，就是让我们受戒、得戒、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出生死、成佛道，这是最我对我们的最大恩惠，啊，我们应该用因重心感恩的心来接受，啊，这是我们出离的一个要道，啊，不能够啊轻忽怠慢，啊。 否则这一生啊，你既然不好要戒法，也就是不好要清净，不好要清净，你怎么能往生西方清净国土呢？啊，欧一大师讲啊，境界为因呢、啊，净土为果啊，啊，你怎么能往生西方呢？净土啊？你要持清净的戒啊，戒清净了，自然心清净，心清净自然就。 感得净土的果报啊，所以是这样的讲法啊。那么又说回来呢，就是假如啊，你现在你过去啊啊，虽然没受五戒，但是到了生物，又没有忏悔啊，就是明知这是不对，也没有忏悔的心啊，这种心呐、啊、就会遭感。 很重的业报啊，那就是经上讲的，《方等经》上讲的啊，这个说呀、啊，华居菩萨讲的，华居菩萨是等觉菩萨，他说：造五逆十重罪呀、啊，我都能救；但是到生物十方生物，我不能救。换句话说，到十方生物啊，乃哪乃,乃,乃至于一针一草。 这个业啊，都比那个造我逆重重罪的业还要重，因为你到的是十方的生物，对的是十方法界十凡圣生所结的罪，你欠的太多了啊，所以这个罪是很大的啊。华智菩萨说救不了，那是指对那种没有忏悔心，啊，不肯忏悔回头，啊，这个业就很重啊。 像你这样有忏悔心，而且马上补偿，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也不要在心里面呢、啊，留下太多阴影啊！要回转过来，忏悔得安乐啊，得喜乐啊！以后好好的护持自己的戒行啊，不要再犯，这样就很好啊！持戒就是这样啊，能够好好持戒，你就能够啊没有忧悔。 没有忧悔就得喜乐，啊，得喜乐就得一心，得一心就能得解脱，啊，所以戒定慧啊，它是最后啊，帮助我们解脱的，啊，持戒不是说禁锢我们啊，绑绑着我们手脚不让我们动，不是的，最后目的是让我们解脱的，让我们心真正得到安稳喜乐，啊，所谓呀、啊，这个啊。 仰不仰不愧于天呐，俯不愧于地啊？心里头没有任何的啊那种啊忧悔啊，问心无愧，这种心很容易得禅定，得三昧，念佛很容易得一心、啊。好，下面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说不小心损坏生前物品，这样的做法犯了什么戒律，以及怎样忏悔？啊，这个不小心的就属于不是道心，啊，所以大家学戒的时候啊，要特别留意，啊，比如说这个犯道戒的，啊，他要具足啊，这个啊。呃 几种缘就几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有道心，啊，你是所谓呀、啊，知道这个物是有主物，啊，那么知道有主物，你还去盗，明知道，这是不对的，还是要去盗，这就是盗心，啊，盗取有主的物，啊，乃至于破破坏有主的物，这才是反道。 如果你不是有心去这么犯的，啊，没有道心的，这不属于犯戒，啊，当然是有果报，啊，业报是有的，啊，但是在这个犯戒罪上啊就不成立，啊，就换句话说，只要没有道心，啊，误拿的东西，误损,损坏的东西，啊，你只要好好补偿了就没事了，啊，他没有犯戒罪。 补偿了也不会有这个有后来的业果啊，这样就可以。好，下面第三个问题，在寺院吃晚饭，推广之为过午受用寺院各类食品，是否算作盗僧窃物，以及如何忏悔？严格的来讲呢，寺院道场啊的食物啊，只能在啊。 这个日中以前吃饭吃的，过了中午啊，就过了日中时间，这就不能够啊再吃东西了。吃了也就属于到常住物，啊，就到生食。那所以连出家的人都不能够吃啊，那何况我们在家人啊？所以这一点是要注意，啊。 那么，如果是吃了怎么办呢？哎，之前我们没有道心呢，也不知道这是错的，啊，那就补偿，啊，大概你吃的是算算多少钱，哎，补足给常住，啊，你在哪个道场吃的，补给哪个道场，啊，这样就好，了，以后就不要再吃了，以后再吃那就是犯道了，因为你有道心了，你明知不对了还吃，就是犯道。 所以应该怎么样呢？啊，自己带东西吃，啊，不要吃寺院的就好。啊，那么过中之前，实际上啊，外面居士到寺院呢，最好也不要吃道场。啊，那么除非临时这个有急迫的缘因缘，啊，只能留在寺院吃饭，那最好也要补贴给寺院。 啊，大概吃了多少钱补贴，放在功德箱里面，啊，补贴给常住，这样就好。啊，第四个问题，很多年轻的师兄走弘法立身道路时，为了避免一些麻烦，可能都说了一些方便妄语，比如说呢，自己的父亲呢，以为呢自己在香港的一个啊、呃、团体工作啊，并有工资。 因为说没有工资，父亲不能够理解，所以对很多师兄不能向家人完全交代实情的情况，啊，为了减少弘法立生道路上的障碍，那么，是不是如何开、呃、这个就是持望与戒和开源？啊，每一条戒都有开遮持饭要懂得他什么时候该开源，什么时候应该呀啊持、啊，就是不开。 那么这个妄语也是如此。假如是为了众生啊，你看菩萨界里面啊，为了众生可以做这个方便妄语啊。那当中就是自己的存心很要紧，不能有一点为自己私利的念头啊。那么如果这方面掌握不是那么好，那宁愿不开，不开。 反而过失少啊！如果不开不该开而开了，就是犯戒了啊！这这一点呢，自己一定要这个对戒法很熟悉，而且自己存心要很正啊，存是啊为呀啊佛法为众生啊大公无私的念头，这样开没有过失。 里头掺杂自己自私自利，这个即使是说有为众生的成分，但是啊，啊也有为呀、啊、私人的成分，啊私人的成分呢没有问题啊这就是就是私人的成分就是会啊犯到啊这个啊犯到界看下面的问题啊，这是持戒念佛群里面问的。 说墨学今天参加当地寺院斋天法会，工作人员发给墨学三根戒定真香，法会上只上了一根香，法会结束呢就把剩下的两根香带回家。那么墨学在家做三十系念时把这两根香用上可以吗？这算盗三宝物吗？啊，这个不算的，因为什么呢？ 这剩下两根香呢，很明显是常住舍给你的了，啊，就等于啊，啊，他本来就不是向你还的，就给了你的，啊，你不是道心取的，啊，带回来，那么你用在啊上香，啊，也是供养三宝嘛，啊，这个是不犯戒的，啊，所以啊，持戒我们一定要懂，啊，就不要啊在这当中啊自己啊很。 拘束，啊，学得很清楚了，开车吃饭都明了了，啊，持戒是很活泼的，啊，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非常的如法，啊，但是又很活泼，啊，这样就好。下面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同学问的，刚听完定宏法师五戒表解。 嗯，师父讲呢，拿寺院一草一木都是道十方生物，不可忏悔。墨学非常害怕，因为多年前墨学去寺院取丢弃在角落的香灰，拿回家放在香炉里插香拜佛用，不知道这是不是道十方物。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道十方物也不能说不可忏悔，啊是可以忏悔。 特别是大乘佛法里面呢、啊，什么罪都可以忏悔的啊。这个小乘界里面呢，就是犯重的不能忏悔，叫不通忏悔，就是到五钱以上的啊。那么杀戒呢，杀人啊；淫戒是啊，这个犯了大邪淫啊；这个啊，这个呃妄语是大妄语。 这四种根本重戒破了，就叫不可忏悔。啊，小乘里面不可忏悔。啊，因为小乘忏悔只有做法忏，啊，没有取向忏。只有大乘法门里面才有取向忏，所以啊，破根本重戒在大乘里面都能忏悔。啊，乃至于忤逆罪也都可以忏悔。你看看这个阿舍世王就是犯忤逆罪的。 啊，最后他不也忏悔了吗？啊，所以啊，这个大乘法就很殊胜。啊，但是这个取向忏也是不容易的啊，大家不妨去好好拜占察忏，试一试能不能得清净轮相。啊，说来容易啊，真正做起来也不容易，所以啊，就不可以随便破戒了啊。 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取寺院呢丢弃的香灰，在这个戒法里面就属于啊，这是等于无主物，因为它已经丢弃了，啊，无主物，那你捡回来用，啊，那么在这个律上讲、就是，这是它专有名词叫做这个粪扫物，啊，就是已经丢弃的，啊，粪扫物，啊，那么这个是不属于犯盗的。 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问题。墨学听师父讲五戒、表姐、杀戒里面，说只要堕胎就犯不可悔罪，以后就不能再受五戒了，是这样理解吗？因为我九四年受三皈五戒前堕过胎。哎，这里啊再跟大家澄清一下，啊，所谓犯不可悔罪，是指受了戒以后。 啊，破了戒体就是犯根本重戒了，才叫不可悔罪。如果没有受戒的，只叫做恶业。啊，因为没有戒嘛，没有戒体嘛，啊，何来破戒的问题呢？啊，有戒才叫破戒，没有戒就没戒可破了，是吧？所以像你这种受戒之前堕胎的，虽然也是杀人的罪，啊，但是属于恶业，不属于犯戒罪。 但是，如果是受了五戒以后再犯这个堕胎的，那就属于破根本中戒因为堕胎也是杀人啊，所以这个叫不可悔罪啊。那不可悔罪呢，在小城里不可忏悔，但大城里面就只能用取向忏啊。所以，为什么我这么这个啊着力的去啊推动啊沾察忏啊，就是因为在末法时代。 偶一大师讲啊，末法时代，我们众生业障重了，有受戒的人，肯定有犯戒的人，有破戒的人啊，那么就要有这个救赎的这样的，哎、呃，这个法门，这瞻茶禅就是救赎的法门啊，所以偶一大师盛赞这个法门叫末法时代的救命神丹、啊，所以这个是很很重要的啊。 很多人认为这个沾茶忏好像是家长，不是家长，他真正就是啊，帮助我们忏悔的清净，特别是有遭过重罪的，沾茶忏可以帮助我们的清净。啊，这就符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第二十一愿，悔过得生愿。啊，若有宿恶，闻我名字，即知悔过。啊，你要悔就是忏悔。 那么你现在如果受了五戒了，那就这千万注意，不可堕胎了，啊。那么如果说真正怀了孕了，不小心怀了孕又不想要孩子，怎么办？啊，这也是个大问题。啊，这种情形啊，哎，你最好的方式就是求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的神通道力不可思议，满一切众生的所愿。 你看《地藏经》里面讲，啊，你有百千万亿种愿，百千万亿种事，只要至心的求地藏菩萨，都能满你的愿，啊，所以你最好是拜占沙忏，啊，祈求地藏菩萨把这个孩子神使接走，啊，让他自然的离开，这样你就避免犯了犯杀生、杀人的罪，啊，嗯，真正至诚是很有感应的。 尤其地藏菩萨，啊，他是我们末法时代的教主，啊，救世主，哎、他是一切诸佛的老师，啊，那个神通道力，十方诸佛赞叹的赞叹不尽，哎，所以瞻查忏很重要，他是地藏菩萨亲口所说，啊，在王舍城奇堵绝山中，啊，受释迦牟尼佛的祈请。 讲出来的，啊，这不能够视同小法，啊，要以因重心来去受持、啊，我现在每天就拜一部《占察禅，啊，希望消除业障，啊，因为在修行当中肯定是有很多障碍，啊，不消障碍，啊，你说念佛确实都不容易，哎，啊，虽然念佛也是消障碍，但是我们呢，这个藏重的众生啊。 啊，求地藏菩萨感应特别明显，啊，这是地藏菩萨过去发的愿，他就是就救度这种业障深重的众生，啊，特别是地狱众生，啊，像我们大半都是造过地狱业的人，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求地藏菩萨，特别灵，这是跟地藏菩萨的缘特别深，啊，所以才有这样的感应。 其实诸佛菩萨神通道力无二无别，地藏菩萨跟阿弥陀佛哪有什么上下区别呢？你不能说阿弥陀佛比地藏菩萨高，也不能说地藏菩萨比阿弥陀佛高，不能这样分别啊，同一法身，啊，只是个人愿力不同，啊，那阿弥陀佛的愿力是接引我们这些众生往生净土，地藏菩萨的愿力是啊，就在我们秽土里头。 就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啊，守着我们，让我们不堕地狱，不堕恶道。这两者的愿不同，啊，那我们呢，分别的求就有分别的感应，啊，除非你一点恶业都没有，当然你就不用求地藏菩萨。你要有恶业，跟地藏菩萨感应就特别明显，因为地藏菩萨就是发这个愿的，啊。 就你就跟他的愿力感应道交啊，你跟阿弥陀佛的愿力怎么感应道交？你信愿持名就感应道交啊，跟地藏菩萨感应道交什么？你造了恶业，想忏悔，想回头，就跟地藏菩萨感应道交啊。因这个弥陀和地藏啊啊愿力不同，所以他就度的这个感应是不同的啊，都不能排斥。 下面问，弟子在寺院住过一段时间，期间在水电和晚饭方面做的不如法，请问如何补救？啊，就是刚才讲的，你知道不好，有轻损常住的，那么就补贴回去就好。啊，下面问，家里的兄弟姊妹到寺院时也有类似情况，请问弟子帮他们补救，还是和他们说明因果，让他们自己补救？ 啊，两指都好，啊，最好让他们都明白，啊，即使他们不能补救，你帮他们补救也好，就是帮他们补补贴回去，啊，欠了寺院多少就把它寄回去，这个钱寄回去，啊，那么等于说你这兄弟呀、啊，哎、呃，是不是欠寺院了？欠了你的，啊，那这个罪就小很多了，啊，欠个人的好还。 啊，或者你不要他还也可以，啊，欠道场的那可是不容易还。下面问弟子在学习五戒表姐关于道界时有一个疑问，曾经看过一位法师关于供品能不能吃的问题，开示过，供佛菩萨的可以吃，供鬼神祖先的则不能吃，因为供养了就不再属于自己的东西，吃了就会犯道戒。 若是这样，弟子平时播经给众生时，供养的水果、清明祭祖时供养祖宗的饭菜，仪式结束之后，家人就一起吃了，是不是犯了道戒？若是犯道戒，该如何忏悔才能清净？哎，这个问题就是看你的那个呃作意是什么。 你要供养祖先呐、啊，供养鬼神呐、啊，乃至供养佛菩萨，啊，你本来的作意啊，就是说，啊，我用这个物啊来表我们这个心，啊，供养，实际上他不是真的把这水果吃掉，啊，但是他享受你这个意念的供养，啊，你是托这个物来，啊，这个做这个意念，他就得到你这个意念的供养，啊。 那么这个意念供养呢，实际上啊，他们就真正得到受用，啊，这鬼神就得到，啊，不是他真的现行把那水果吃掉了啊，因为这个法界不同啊，啊，他不可能来我们这吃我们的水果，啊，但是这个意念是通法界的，啊，你这个意念作意出去的话，啊真的在他的法界里就能变现水果，啊，适合他们吃的东西，啊，所以你看我们在放蒙山的时候啊，供养鬼神呢、啊，就用七粒米。 就能够遍观一切法界啊，都啊，这个献出无量的美好的饮食，供养一切众生啊。那在我们的法界中只有七粒米，但是在他们的法界中就是无量的饮食啊。这做这个意念是很殊胜。那么你做这个意念呢，是等于说供养完了，你这个饭菜还是我们自己享用啊，这个就可以的啊。他们也得到了供养了。 啊，然后我们剩下了，我们就把它吃了，啊，这是没有妨碍。假如你作意说，我这饭菜我就不准备拿回来，我真的就永远就供养出去，就就就就,就可以了，烂烂了那个坏了也也就算了。啊，如此作意，那你就要遵守自己的原意，啊，就不要拿回来。啊，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好，再向下面的问题，《弟子常变修学计划》啊，它原文很长啊，我们这边同修帮他呢改成一个小的问题啊，这、就是简短的问题。那么说，常修常辩修学的计划，因为听你讲法，到了为学日增，为道日损这一段，如冷水浇面，但现在无意识就陷入。 学知识而不是学道的情形。眼下因个人根性不同，修学方法多样，恳请师父慈悲为学生指条道路。啊，尊愿尊师父安排，老实做去。啊，那么从你的问题也可以看出，你大概是个年轻人。年轻人学法修道。 啊，这是什么呢？是你自己有这个善根，啊，年轻又遇到佛法，啊，这是福报，但是也要珍惜福报，啊，那么就要按部就班的来学佛，啊，就是刚才我们第一堂课里讲到的，啊，不能欲速喜进，啊，不能够啊，啊，想着抄近路。 啊，想着快速成就，到最后欲速则不达，所以要按部就班。那佛制定我们的学习次第是戒定慧三学，啊，首先要在戒上面打基础，啊，那我们在家的同修就是先把五戒学好，啊，五戒内容也是很广泛的。 啊，虽然在名目上只有五条啊，可是每一条都是深广无量。啊，杀生里头的开源啊，犯戒的轻重，啊，这个不同的重轻的这个犯戒这种罪如何忏悔？啊，是很很多内容的，啊，那道戒的内容更广，啊。 最微细的就是犯道这个道界，啊，讲起来可能我们用二十个小时都未必能够讲讲完，啊，你看看红衣大师有一部在做哎，在家啊南山律在家贝兰。啊，这部书是红衣大师慈悲从南山三大部里面，啊，攫取出这个我们在家人可以学的戒法的内容。 啊，它分四篇，第一个是中体篇，讲戒学的理论，啊，啊，讲这个法体形象，啊，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啊，这是中体篇的内容，啊，然后呢就讲这个啊持犯篇，每一条戒，啊从这个四种重戒开始讲，啊，杀盗淫妄，每一条戒的。 啊，开车吃饭，很危险。啊，那么第三篇啊是忏悔篇，怎么忏悔？啊，第四篇是别行篇，就很多关于我们礼仪威仪，在家人应守的规矩，啊，对三宝的那种恭敬、那种威仪，啊，这四篇啊在家背了，哎。 那么把这在家备览学通了，整个你在家的这个戒法，基本上你就掌握了纲领。啊，然后最好能够发心求受菩萨戒，啊，发了菩提心，理应受菩萨戒，要做菩萨。啊，不做菩萨，不想发菩提心，你往生都有困难。啊，《无量寿经》告诉我们，要往生净土有两个条件。 第一发菩提心，第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你不发菩提心，你就光念佛没有用，啊，往生不了。要发菩提心，那发了菩提心了，就要用菩萨戒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啊，你是不是真发菩提心？啊，你这个菩提心能不能够保得住？就要用菩萨戒来护持。 啊，所以不可说菩萨戒太高了，我不要好像说菩提心我也不要了，啊，那菩提心不要，就说往生净土也不要了，啊，那你就继续搞轮回吧。啊，所以首先要把戒学好，啊，当然戒前面就是三个根，你一定要好好的去落实，啊，老和尚这么多年啊，提倡我们落实弟子规，啊。 感应篇十三夜道，这都是给戒打基础的啊。那么大家这么多年在三个根上打基础，应该说有一定基础，要提升，提升就是要受五戒啊。受了五戒了，就等于是你脱胎换骨一样啊。原来不受五戒，就是个世间俗人，严格来讲不是真佛弟子。 啊，真佛弟子就是你呀，从受五戒开始，啊，受了戒了，那才叫佛弟子啊。不受不受戒，那跟就是俗人，只是学了佛的俗人。啊，所以这个受戒很要紧，得到了戒体，你就不一样。啊，原来没得戒体之前。 在一切的境界当中啊，对一切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往往是用习气，用自己的这个造恶的习气、自私自利的习气，啊，所谓是恶心遍布的，啊，自己的恶念遍布法界的，啊，哪怕是睡觉睡着了，这个恶念都在相续，为什么呢？ 这个恶念最大的恶念就是自私自利，啊，那现在受了戒了，转恶为善，这样的话一翻转过来，在受戒的当下，啊，戒师要很好的引导你，啊，所以受戒啊，一定要找一个如法的戒师，他懂戒法。 懂得教你如何如何法纳受戒体，啊，他要教你观想，啊，受五戒，譬如受五戒是在三番皈依的时候纳受戒体，啊，在纳受戒体的当下，啊，比如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个时候，戒师会教导你要拜下去，不要马上起来。 投在地上的时候，好好观想，啊，观想十方法界的这个妙善的戒法，啊，由于你发起这样的一个断恶修善的菩提心，就开始涌动起来，啊，所以这个受戒你就得戒体，啊，得戒体了，你就有任运防非止恶的功能，啊。 乃至于睡梦当中，你遇到了这个犯恶犯罪的境界，啊，你都能够啊在梦中，啊，拒绝这样的一个造恶的这种因缘，啊，所以它就是戒体的功用，啊，这很殊胜啊，所以啊，你要真想啊这一生想成就，啊，要老实按部就班，从学戒开始。 啊，把三个根基础打好了，啊，就老实的来持戒、受戒、持戒，啊，好好的学戒，啊，然后老实念佛，啊，如果觉得自己业障重，可以加上啊拜占沙忏，啊，来这个消除有形无形的这些障碍，那么就能够保证你呀、啊。 哎，在这个修道上一帆风顺。嗯，好，我们再看底下一位同修问的：每天所犯的过错应该怎样忏悔？我以前都是每天晚上在佛菩萨前叙说今天造的恶，这样是不是等于又重复造业，口又造了一次，意念又造了一次？而且我觉得自己。 这样的忏悔时间长了，好像就像在机械的说，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忏悔。啊，这是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呢，要忏悔要如理如法。啊，我建议你不要自己去设计什么忏悔的法事。啊，你最好就按照佛教导我们的、祖师教导我们的忏悔的法事。 我向大家推荐的是瞻茶忏，啊，这是什么呢？佛亲自祈请，啊，释迦牟尼佛亲自祈请地藏菩萨，在这个七度觉山中的大会上向大众宣说，尤其是对末法时代众生宣说这个瞻茶忏法。偶一大师。 把这个经里的忏法编成一套瞻察忏仪，啊，这里头就很全面、很圆满，啊，你就按照瞻察忏仪来求忏悔，这里面呢，有你要该说的，全在这个忏仪里面都说了，偶益大师都帮你写好了，啊，你都不用自己动脑筋怎么来说了，啊，很方便，啊，你看他的忏悔文写的多么好。 你再想抄写一个超过他的忏悔文，我告诉你，你也写不出来了。啊，印光祖师说，偶一大师做的《弥陀要解》啊，连那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注解，都超过不了其上。啊，那我觉得偶一大师啊，写这个忏悔文呐、啊，啊，就是诸佛古佛再来啊，再写也可能超过不了其上。 啊，因为偶一大师这个《占察经》的注解，是在五十二岁的时候做的。啊，《弥陀要解》是在四十九岁的时候做的。啊，所以占察的这个法门是偶一大师五十二岁在《弥陀要解》之后做的，所以当时肯定也是古佛境界。啊，所以你就直接来用，就多好呢。 啊，只要你至诚的心去求忏悔啊，根据这个法事，就会得到殊胜的利益，啊，真正效业长、啊。你好好的，你要是深入里头，你就会啊知道，瞻茶忏其实就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就是普贤行,行愿。啊，你看这里面，他有礼敬诸佛，啊，他礼。 五十的这个过去七佛、五十三佛，乃至十方诸佛，乃至于一切诸佛的法身、色身、舍利、形象、佛土、庙塔，一切佛事，啊，一切三宝都礼到，礼敬诸佛很圆满。啊，在十方佛前求忏悔，啊，请十方诸佛给你做证明。 这多殊胜啊！第二称赞如来，他有称赞如来，啊，啊，用这个特别用了《地藏十轮经》里面的句子来称赞，啊，有广修供养，啊，一开端啊就用这个供养，啊，作意以香花等物来供养十方诸佛，啊，十方的法藏。 乃至一切说法处，乃至十方一切贤圣，啊，乃至自己观想啊，自己身遍一切法界供养一切三宝，这很殊胜的，啊，广修供养啊，那、啊、忏悔业障就更不用说了，主要就是忏悔业障。啊，第五随喜功德，你看他特别有一个，啊。 愿自己跟一切众生，毕竟永舍嫉妒之心，随喜一切的繁盛的功德。啊，第六啊，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啊，特别祈请十方法界一切菩萨，未成正觉者，愿速成正觉；已成正觉者，愿常住在世，常转法轮。 这就是请佛助世，请转法轮，啊，第八是这个第八、第九、第十，这是三种回向，啊，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实际，啊，那么在这个回向里头，特别也讲到，啊。 他特别愿自己的这个一切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啊，同去佛智，治涅盘成。哎，这三种回向在这里头具足。啊，最后呢发愿，啊，这发愿什么呢？啊，现世永离衰老，啊，当前这个国土啊都能够啊正法流通，啊，一切众生永离障碍。 啊，乃至自己跟一切众生舍身他世生在佛前，啊，面奉弥陀，立誓诸佛。啊，面奉弥陀就是普贤行,行愿里面的愿我临终临于命终时啊，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场，宝贵极乐。所以十大愿望，宝贵极乐，全体现在这一部《占察忏》里面。 啊！我现在每天礼一部，短短三十五分钟，这十大愿王、倒归极乐都修到了。这难道不是净土法门吗？有的人就是误认为修禅、修占察禅就是夹杂，就不是修净土。你就是不了解占察禅，啊，不了解偶益大师的那种慈悲心，帮助我们这些末法障重的众生。 啊，求生净土。你要真正体会偶遇大师的那份心呐、啊，你哪里敢回报？啊，好好的修来不及啊！啊，普贤行愿正式是修净土法门的，啊，所以你看，净土第四经就是啊《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那我们师父上人。 特别把十大愿王作为我们修净土学人的五大科目之一，啊，五大科目是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王。十大愿王最终极的啊，这个助修啊，所以瞻茶忏应该作为我们净土行人的助修啊，就帮助我们修净土。啊，不仅不会呀、啊。 影响我们净土念佛啊，反而是一种帮助，哎、嗯，这多好呢！啊，所以不能随意回报，是地藏菩萨亲自讲的，那不是开玩笑的。如果不适合我们修，地藏菩萨何何必要讲呢？啊，释迦牟尼佛何必要委任地藏菩萨做我们末法时代的说婆教主啊？ 接替佛这个棒，啊，来教导我们众生，啊，啊，那《地藏经》讲的很清楚啊，有修地藏法门的，啊，对地藏菩萨有这个礼敬供养，你要是在旁边生一念击毁之心，那个果报都在阿比地狱，啊，永劫不得出生，不得出离。 啊，因为地藏菩萨这个功德太大了，啊，你这个跟他简直鸡不是不是鸡蛋碰石头的问题了，啊，你简直就是啊，以一微尘啊来呀去撞须弥山呢，自己就粉身碎骨，啊，地藏菩萨那个功德，啊，你只要啊好好的至心供养，你这个功德是无量，反过来击毁他的这个法门，你这个罪过是无量。 啊，那心已经跟佛心相背离了，你想想往生净土是不可能啊，所以这种法门不能毁谤，你不修，那你自己、呃、自己的事情，啊，你不要劝别人也不修，你劝别人不修还啊还要毁谤这个法门，那你就是造阿鼻地狱的罪业，啊，这《地藏经》里讲的很清楚。 所以，偶一大师为什么苦心劝我们啊？就是希望我们呢，末法众生啊得救啊！啊，那是净土第九祖劝我们的，净土祖师爷啊，啊，不是一般人呐、啊。别的人劝我们，我们不听啊，还情有可原呢、啊。我们净土本宗的祖师啊，印光大师最佩服的祖师，啊，他来劝我们、啊，那你还能不听？ 好，下面最后一个问题。一位老居士说自己有附体，不能听经，佛号要靠念佛机，爱胡思乱想，对往生没有信心，不能吃饭睡觉，觉得喉咙里有东西卡着，透不上气。去医院检查也没什么大碍，说是焦虑症。他这种现象已有大半年时间，期间呢也不断的大量的放生。 亲友天天念佛回向给他，他本人四月份也去了一个小道场念了七天的佛，但老觉得累得慌，活着是一种煎熬，觉得拖累家人，曾经试图自杀。在这里祈请师父慈悲开示，怎样才能帮助他恢复正念，身心恢复健康？你看，像这种就是业障深重，念佛都念不上。 功夫不得力，这种怎么办呢？那最好就是拜占朝忏，求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就专管这种人的，啊，业障深重的不得了的，啊，连念佛都已经帮不了你的，靠地藏菩萨可以帮你。这是经里面特别讲到。的。 啊，你地藏菩萨就守在地狱门口，你看堕地狱的是业障最重的人，啊，你看《地藏经》讲的很清楚啊，释迦牟尼佛特别嘱咐地藏菩萨，说呀，末法时代那些造恶重的、最最这个罪业重的众生啊，临堕地狱获至门首到门口了，请你老人家一定慈悲，啊。 观察他一生当中，乃至有些许的丝毫的善根，乃至一沙一地，啊，极微小的善根，你都要护着他，不要让他堕落。啊，地藏菩萨成佛的这样的一个嘱咐，他既然答应了释迦摩尼佛，他就不会打棒了，他真能办得到，啊，因为他这个功德道力。 那真的是啊，十方诸佛赞叹，战叹不尽。嗯，《地藏经》大家要是读过，你就晓得。啊，来参加包力天宫地藏法会的十方诸佛，全来修，一个不落。所以文殊菩萨，你看那个是给我们做示现的。他说他用他的神力千劫测度来的这些。 诸佛有多少？他说他看不到这么多，看不出来有多少人，无量无边。而佛告诉他，不仅是你神力不能测度啊，连我用佛眼来观也观察不尽呢。你说那还得了？然后佛告诉他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也是等觉菩萨，古佛再来的，都是做表演示现啊。 释迦牟尼佛告诉文殊菩萨说：“来的这些十方诸佛乃至一切众生，都是地藏菩萨以度当度未度，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是地藏菩萨度的十方诸佛是地藏菩萨以度，没成佛的是当度，啊，现在还是众生的未度。” 将要度的，啊，已成就的、未成就的、将成就的，换句话说，都是跟地藏菩萨有缘的，都是地藏菩萨所度的对象。十方诸佛也也如此啊，所以我说地藏菩萨是一切诸佛的老师，这个话是有根据，这是这是《地藏经》里讲的。那你说地藏菩萨何许人也？ 他虽然视线做等觉菩萨，他的本本基那就是古佛啊，而在视线这个菩萨所造这个修的这个功德无量无边，他来给我们娑婆世界做我们的依护，我们的依靠啊，所以他有能力把我们从地狱里都能救拔出来。 那那其他道上的就更容易了，地狱都能救，那其他道就更容易救。啊，所以凡是觉得自己业障重的，我就推荐你们好好的修地藏法门，这是基础。啊，修念佛要有这个根基，就好像老和尚叫我们扎三个根一样。啊，扎三个根是不是跟净土抵触呢？ 不是抵触吧？那是净土的基础。你三个根都没修好，你说你念佛能念得好吗？啊，所以不抵触啊。那三个根都不抵触，弟子规还不是佛法里头讲的，都不抵触。那你为什么说张察灿抵触？啊？张察灿是佛教地藏菩萨讲的呀。啊，而三个根救的人未必全能救。 业障症很重很重的，可能三个根都救不了，药效不够，他病太重了但是《占察经》里面讲了，这个占察颤呢、啊，你再重的病都可以救，所以偶一大师讲他是救命神丹了，垂死的病人呢，这一剂药神药下去就能够活过来啊！活过来了，你再慢慢用三个根去调养。 啊，慢慢病也就好了。现在是救这个垂死病人的，这这个张查参最管用，神药啊！啊，最快速，最神效，啊！所以我我介绍这个是根据偶遇大师的这个理路来的，啊，也不是敢不敢自己创意，啊。 只要你们真正相信偶遇大师，啊，真正相信地藏菩萨，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说，啊，那你呀就好好的老实修这个禅，特别像这种刚才提到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什么焦虑症啊，那都是他业障重，或者是冤亲债主来扰，啊，不管是什么障碍，你好好的修地藏菩萨的忏悔，啊。 乃是与你之这个轮相来检验，得到清净轮相之后，地藏菩萨保证你永离一切诸障碍，一切魔障，一切冤亲债主不会来扰乱你，你能够快速的得到禅定智慧啊！所以像他，不妨可以介绍占察禅法啊。 如果张茶灿他觉得很困难，啊，业障重的连张茶灿都拜不了的，可以专拜地藏菩萨，每天呢拜一百拜，啊，持地藏生号一千声，啊，专为回向消除业障。啊，从这里开始也行。啊，能够拜张茶灿就更好。啊，因为张茶灿里头的忏悔文，哎，这只是很书生的。 哎，所以啊，如果不能全拜当当茶参，从头到尾拜拜不下来，你呀、啊、拜呀、啊、地藏菩萨也行，然后呢，把忏悔文拿出来读也好，啊，就光读忏悔文，啊，就两分钟就读完了，啊，拿出这点时间消业障的效果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法门呢，过去提倡的人很少。 啊，古来祖师大德除了偶一大师以外，好像很少人提提倡。啊，这个也是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古时候啊，修行人呢业障没那么重，啊，直接就、啊、持戒啊，很清净啊，就得禅定开智慧，成就了，啊，那是相法时代啊，可以这样。 开始末法时代，偶一大师那时候是末法时代已经开始了，啊，往后这偶一大师给我们呢特别的，从这个大藏经里挑出这个法门，不遗余力的弘扬，啊，就是知道我们末法时代众生业障中。啊，乃至于想要学戒持戒，啊。 你想受戒都不可得戒体，啊，得不到戒体，那就等于就是俗人，啊，那地藏忏这个这部三叉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了，你呀，讲求戒体，好好的这个拜忏，求清净轮相，得到清净轮相，就可以在佛菩萨形象前自是受戒，能得戒体。 乃至于出家得比丘戒、得菩萨戒都可以得到的，啊，在家得五戒、十戒、八戒啊，这个这个，菩萨戒都是可以得到的。那不仅得戒，还可以得定，还可以得智慧，啊，乃至于偶一大师讲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当生成佛，啊。 皆需修行此法门。啊，这偶一大师在《占察行法》前面，啊《劝修篇》里面就讲到这个问题。啊，十二类人都应该修这个禅法。啊，其中就包括想求戒的，啊想求定的，求三昧的，啊求开智慧的，求成佛的，求往生的，都应该修。 啊，所以这些我都想修啊，所以我就好好修，从中得到很大受用。啊，自己过这个去年一年，啊，主要在这上面下了点功夫，啊，地藏菩萨加持也得到清净轮相，啊，真的如地藏菩萨所说的，啊，得到清净轮相啊，这个五盖慢慢转为轻微。 啊，什么是五盖呢？就是你五种修道的障碍。啊，贪欲，啊，嗔恚，啊，这个怀疑，啊，这个呃，嗯，这种就是睡眠，啊，等等，这是属于修道的障碍。啊，睡眠多也是障碍。啊，现在睡眠我都减少很多。 啊，头脑比较清醒一点，啊，贪欲啊也少了一些，啊，真的明显减少啊，嗔恚呀，就是发脾气呀、啊啊，其实基本没有了，啊，怀疑疑法，啊，这个也是修道的大障碍，往生特别是大障碍，啊，所以无量寿经特别讲啊，啊，疑为菩萨最大的障障碍，特别往生净土不能有疑的。 啊，因为净土最重要是信，啊，信心清净，没有怀疑家杂，你才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感应。啊，那我们这个修参禅参法，最重要就对峙我们的疑，啊，所以这个法门叫坚净性法门，兼顾你的净性清净信心的法门。 就坚定性法门，啊，又是坚定性菩萨祈请请问的，啊，他是当机众，你看他的名号就代表这样的一个含义，啊，末法时代就是疑疑法，这是最大的障碍，啊，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战场禅，断疑生信，对三宝信心坚定不移。 啊，那往生西方啊，就会有把握。否则，你要是忽略这些基础，啊，你说我老是念佛就行，但念佛当中其实夹了很多疑，你自己都不一定知道。啊，糊里糊涂、含含糊糊的就这么过去，啊，到时候往生的时候啊，业障现前了，啊，自己这个疑的种子现行。 就怀疑，哎呀，我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业障？是不是往生不了了？阿弥陀佛还会来接我吗？疑的种子一现形，那糟糕，真的把你正念给打破了，善根就这样断了啊！善根这一断呢，那你往生是没指望了啊！就是平常这个疑啊。 很细微的地方，你没有好好的检点啊！那用占查法是最快最好的一种检测方式。乃至有疑的时候怎么办呢？就用占查啊！他这里第三轮象就是来占查你问地藏菩萨啊，什么事都可以问啊，是法出是法，什么事情想问都可以问。 嗯，乃至于这个孩子上哪个学校啊？啊呃，这个要不要结婚呢、啊？啊，要不要找工作啊？什么事情你都问地藏菩萨，都给你满意的答复。啊，这满意不是满你的意，是满地藏菩萨的意，就对你最好的。你就听受，你就啊啊信受奉行。 不要再怀疑，再怀疑就有罪过，啊，就是亵渎地藏菩萨，亵渎这个法门，啊，你从这里开始学你的坚净性，就知道这是地藏菩萨给你安排的，是最好的。不要怀疑，啊，占到的结果就是我应该得到的，就是地藏菩萨加持的结果，啊，跟你原原来的这个想法相不相符合，这个不要紧。 啊，把自己的意思放下，啊，不就是这样断我执吗？啊，听地藏菩萨的就好。而这个菩萨，啊，这个瞻查的法门，只要你呀、啊，如理如法的按照这个法事来进行，啊，像你念地藏菩萨名号一千声，啊，你就要认真的念，不要打妄想，专注。 你占得的结果一定是相应的，绝对不会有差错的啊！就这个法啊，真的是我们末法时代太管用了。因为我们末法时代遇到很多时候啊，自己就怀疑，下不就拿不定主意啊，占查最好啊！我现在就是有重要的事情就占查。 就来用这个决议啊，乃至于自己能不能往生西方，我都用这个来占查啊。那占查的结果会变化啊，这个月占的跟下个月占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念头在不断的变化啊，你身口意照的业不断的在变化，所以你的果报在不断的变化啊。 讲到究竟就是啊，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个念头，三十二亿百千个变化，啊，所以粘的不不，今天和明天粘的都不一样，啊，这一分钟粘的和下一分钟粘的，老师说都不一样，念头变了嘛，啊，但是因果是不变的，你这个念头是善的，决定招感的是善报。 啊，那个轮相就显现你当下这个念头的境界，啊，就像镜子一样，给你照出来。啊，所以用这个来检验自己这个念头，如果得到的是善相，好的、吉的，哎，那你就啊，好好保持，啊，继续断恶修善，啊，让这个善增上，不要退转。 假如沾得的是不吉是凶的，这时候啊，你也不要垂头丧气，啊，因为命运是可以改造的，就在你念头上改，啊，好好断恶修善，好好思维反省，啊，我这一段时间是不是有不如法的情况，啊，有犯戒的情形，没有忏悔。 啊，有过失有毛病习气没有改，好好的去改。啊，用第二种轮可以沾自己身口意善业。啊，看看哪一个业有恶的情形，啊，不善的情形，啊，有的，嗯，对质来改。啊，所以你看占察这个法门，它很好。 啊，就是帮我们照镜子，然后你呀改了之后再沾又变了，就变成好了。乃至于你现在沾了，哎呀，不能往生，甚至是呃，我将来要做地狱的，啊，沾出这么个结果，那就要勇猛精进的改过自新，啊，好好的持名念佛。 啊，你看《占察经》里讲说，啊，一心的持地藏菩萨名号，达到至心，再占就变成极了。啊，那么你念地藏菩萨名号也行，念阿弥陀佛名号也行，念到至心，啊，这个至心呢，就是功夫成片。嗯、我们这个时间也到了，啊，我们就啊，哎。 问题也刚好答复完毕啊，就讲到此地啊。那么下个星期天呢，我们暂停一次啊。这个因为有事缘啊，等了下再下礼拜我们再看什么时间啊。我们先行啊，给大家通知啊，再跟大家哎、呃、一起会面。好，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啊。好，谢谢大家。